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，这样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 People Power，中文名字叫群众力量，是 Andy Gladwin 的作品。魔术效果方面，魔术师邀请六位观众上舞台，他们做出一些随意的选择。没想到的是，魔术师开始表演之前，已经把所有预言放在几个大信封里面。这一个魔术包含一个黑色文件夹、四组大信封跟预言、一个 PDF 档案、两个教学影片。影片总共长37分钟58秒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。影片详细教导效果的原理，方法简单，不需要练习任何手法。提供的预言卡片尺寸是 8.5 寸乘11寸，跟一般的 A4 纸差不多，是用塑胶制作的，正常使用下非常耐用。看完教学影片后，几乎可以马上表演。影片还有教导一个包含3个效果的表演流程，表演方法一样简单，很容易就可以站在台上表演最少15分钟。每一个观众都真的可以随意选择。这一个表演有很多跟观众互动的机会，同时带给观众很多惊喜。因为方法简单，所以魔术师可以专注在自己的表演。如果你喜欢 Andy Gladwin 在电视上表演的流程，千万不要错过第二个教学影片，因为里面详细教导整个流程，每一个细节都解释得很清楚。如果你想用同一个原理表演自己的版本，或者是英文以外的语言，你可以写在提供的 PDF 档案上，自己打印出来，放在信封里。这个魔术适合在舞台上表演，所有需要的道具都可以放在文件夹里，携带非常方便，不会占用很多空间。这是一个小题大做的表演，意思是需要提的东西很少，但是能够做得到很大型的表演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 Vanishing Ink 的支持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请到他们的网站购买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